作为颜值主播啊，我内心一直有个遗憾，男人嘛，谁想总被人说你这个人啊，除了帅一无是处。哎呦我的妈！但是如果我会单手开引爆，而且是混动版的引爆，那是不是你就可以看得见我的才华了呢？我经常讲啊，在看得见的未来，混动才是新能源车的主流。它既没有纯电车的续航焦虑，也没有纯电车动能回收时的糟糕体验。同时啊，相比于油车，它的燃油经济性啊也控制得非常好。提到混动啊，很多人说巨浪混动很牛，那到底牛在什么地方呢？我认为有两点。就拿这台混动版的引爆来说，它不是基于丰田的那一套 THS 混动系统啊，传祺它有两套混动系统，混动版的引爆搭载的是自主研发的 GMC 巨浪混动系统。首先啊，这台发动机是基于阿特金森循环打造的，同时它还有缸内直喷电动进气 VVT 以及 GCCS 燃烧控制系统，绕效率啊达到了13.1%，官方宣称的百公里油耗能到3.2升，不过我的脚啊比较重，百公里油耗4个左右，那也是够牛了。除了燃油经济性很牛，巨浪混动还有一个很牛的地方，那就是啊，这套混动系统开起来不太像混动车，更像纯电动车，特别是中低速提速时啊非常快。巨浪混动是两档，速域更宽泛，再加上啊串并联的结构，提速更快，更有运动感。混动主要是为了燃油经济性，巨浪混动在超低油耗的基础上，就要把运动做得如此牛的程度。你们说同为颜值巅峰，我与他谁更有才呢？